方面，我们用进阶开关 ，PLC 内部程式会比较现在的位置，是当我们到达我们要的目的地的时候，它会多位移断距离。为了防止这个状况，我们多安装了一个脉搏处理装置，将侧气感应到就会停止；反之，当到一下端点时，下感应层感应到就会停止。至于内部的温室，电路、电条以及那个齿轮等等。 首先将电源打开，因为我们分成人机和什么部分。那如果以后做成商品的话，可能就会按启动，门就会关闭。这样，接下来如果我想要取11号袜子，按11号启动，它就会跑到原点。那现在红色的已经亮起，代表原点启动。 这个机构就是照这四个步骤去设计，这个是一个那样的样子，这样去压碎它，并且把它贴到下方的我们去，然后再来是。 那如果说它刚好是101，然后余一的话，那哦，
就不会有问题。但是我们换成 Mega 2560的时候，就问题又出现了。所以最后还是采用电脑输入的方式，就是没用。对，在这里有，但是有没有在这里有看到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哦，就是我们是提出了概念。就是说，你加一个工具，你怎么大概去测它的偏心，或就是说你的步骤那怎么做？那就是我们先就是震动源以后，你就知道，那哪大部分都在 Bear 的地方看这个问题。你们制图科完，我们的专题名称是山洞管家工具。那从的假实力到总的不够，也有可能会不够稳定。那所以我们有共通的缺点，就是需要破坏原有的构造才能安装。安装后无法第一款作品，它入水由这里入水，在这里形成了三厘米水封的高度，那出水口在这里，由这里测试的作品总共有9款，那编号边水蒸发1公分，那我们还有做毛发，测完之后我们的安装，那螺丝可以非常完美的锁进去。那就可以问了、啊。那我两个问题的话，第一个问题是说，你这个水封型啊，它的底部会不会比较容易沉积一些？对。底部要极其复杂零件组合起来。了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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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解。那就是说，你像这个等于是你转，所以不会进去的。你没有测过？有进去，但是很少量，非常少量。那进去的那种很短的，也都会直接忽略。每个月都还是有在询问说是否有标准的，我知道哪里怎么样啊，怎么样对它好。它其实我们这个产品假设已经可以的话，那你应该怎么供？我是新北高工铸造科，那我们今天的专题名称是三通管家制具。是，那刚刚那个评审完了，现在心情怎么样？比较放松，刚很紧张，是刚被问的时候。就很紧张、啊，还是很紧张，有点不安。是吗？主要是设计上的困难，就是设计在这个东西的设计上面遇到什么问题，就是每个人有不同的想法，那怎么样才可以做得更好？那怎么克服？就找老师讨论，找老师讨论，然后去网络上找资料。对，3、2、1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创意多一点，然后思考再多想一下，就好了。对，就这样。有什么建议？就是要多找资料，要查，去网，要是去网络上多找一些资料。要躺着。好。我们是来自民雄农工，那我们的科系是机械科，然后我们今天的作品是上不来落水头。是。对。那可以。简单介绍一下为什么要做这个专题。因为家里的落水头它会有一些问题，就是蚊虫臭味跑上来。那我们希望可以抑制这些臭味及蚊虫，所以我们就与另外两位同学那个一起研究，那研究出来这一款。那在这个研究当中，你们三个有没有遇到什么争执啊，或者是困难啊，或者是？有什么小挫折之类，可以跟我们分享。争执的话比较没有，但困难上的话，应该是我们做可能会想不出要怎么再改造，怎么做设计这样。对，偶尔会遇到一些瓶颈，但是临时有想法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很积极的去做出来，并且实验。那这怎么去突破的？我们就上网可能看一些人家做的商品，那看有没有他们不好的地方，我们来做改进。对，甚至说突然就有想法了也不一定，只要有想法你一定做得到。就是对自己的想法付诸行动，那一定就会有收获。要坚持下去，如果半途而废的话那就是失败了，一定要坚持下去。会很可惜，还是觉得这个比赛我非比不可，就想要在这段期间至少有得奖记录，或者是让自己经验多一点。而且因为我们家里是真的会有蚊虫及臭味，所以我们是希望真的能设计出来试售，然后在自己家里安装。对，很好。好，3、2、1，加油加油加油！你影片可以放出来给老师看，像你放影片给我们看，我有看过。你上网，你问，有点往下降了是不是？
你的组装金都没有顾好，那你的伺服码的，你的布金码的在干嘛？就送线而已，就一直在是。对，是靠那个去拉。你不过你一开始基本上因为你是连续的，对，所以你基本上就是用手动穿线，先让它确定可以进到里面就可以，然后它可以自动拉过来。第一次要用手。对啊，要不然它这个。那一个是上下，一个是左右啦。对，有没有办法就让它反折这样下来？你就是超过90度。三二一，各位评审老师大家好，我们的专题名称是自动调刹轮速。台湾是世界上机车密度最高的国家的后轮总成，这是我们绘制出来的传统不是刹车的头。各位评审可以看到，造成跌落的危险。所以我们发现这问题之后，我们在这个助步器上面再加另外一组弧线。然后这个支柱就会跟地面成垂直嘛，所以这个它的行动机能就可以去四处跟邻居聊天，或者是爬上去整理家里。你要去转涡，你要去转涡轮去调动涡杆，那不可能啊。但是你要去转动涡杆调动涡轮是可以的。没电就没办法发动。不是没电，是这个马达坏掉。哦，马达坏掉，它就退回传统的。就是手很容易被夹到的，因为你像前面那边。像前面这边很容易夹到手，容易夹到手。第二个问题就是说，当然说上楼我觉得还算顺，那下楼证明你这不同楼梯都可以用，因为今天那个老人使用，他楼梯不是他能选择，他到一个地方要去办公，要去找朋友。第二个是刚才下楼有老师有问这个问题，下楼实际上是因为你在下楼的时候看你这个状况，你讲到那处之外。我先问到我来自张师傅工，然后机械科，然后我们专题叫做上下楼梯助步器。因为我们原本是一组的同学，但是我们想到两个不同的题目，然后他们两个就去他们想要做的那个题目，然后我做我自己想要做的题目，蛮放松的。那刚刚在上面觉得表现得如何？还 OK。有没有信心？有吧。有吧，真的没信心啊。有没有信心？有。有。那可以给，就是你在做这个专题的过程中，有没有遇到什么最大的困难？那你怎么解决？有。一开始在想这个机构的时候，会不知道这个机构要怎么做，然后会去问老师，然后去 3D 列印做出模型之后，会去解决，然后就知道后来要怎么做。题目要想好，就事先准备要先准备好，然后不要放同学一个人去做，然后要去多帮忙同学，对，这样。就事先想好自己的缺点在哪里，然后你做这个东西的缺点、优点，然后可能会遇到什么问题，你可以去找不同的人、同学或是朋友去问他，说我这个东西做得怎样，然后叫他们给我们建议，然后就知道差不多的方向会在哪里。对。那你怎么想到这个题目呢？就在搭公车的时候看到有路边有个坎，然后就想，那个老人如果走过这里的话会挺不方便的，然后就。可能会用助步器吧，可是助步器可能会倾倒或是怎样，他们可能没办法上去这个坎，所以就想要做这个题目。10万，十万，十万，十万是多少？哦，它的回转的时候偏也会造成。对，因为你刚刚看到你是这样子，从这边走这边。它量出来的面积，然后可以问你去求证，说它是否是符合设计模组机构可以做多种机构，就是学生了解不同种机构的运转机型。二，通过蓝牙连线，然后开始撰写程式，传输到手机测试成功轨迹。二四，研究结果。一，机械系统的动力来源，那蓝牙模组接入手机的蓝牙信号，中央电池，蓝牙。那现在就可以示范如何操作。老师在上课时做应用，接着按下组合，按下组合之后，它会以每3秒出现一个零组件，可以让操作者了解组合的顺序。好了，就是机械原理课程中所提到的机构。那我们研发的齿轮机构、间歇机构、连杆机构，目前已达40种，并且可以自由组合，达到270多种 PCB。
机构的变化，想要效率更好，最好是能朝向你启动的方式去设计。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延伸吊法，然后鱼饵也一边放绳走，然后绳就这样一直放，放马达，而它下面连接的是有柴油发电机，我要放进去。一开始它方便，还是因为不用经历柴油费。啊，试过用个 WiFi 吗？没有，就一个钩子钩上头，然后它一样抛进去。那我们收线就是这样，然后热上之后可以让它一样收起。打多少？那个我们有做陆地上的测试。那我们怎么？一样的，一样的，一样大。啊，如果想问一下，那万一放的不够漂亮的时候，会发生？那代表是说，你如果在收线的时候，假设说大丰收，对啊，所以像你这样这种一串一堆，是不是这个理由，所以你才需要这么大的柴油引擎？我们影片中的是只有单一种收线方式，不然呢，这个油压管路，然后送到你的油压马达，那个包含连油压泵都，简单讲，马达的这个涡管涡轮的机构是蛮现场。但是马达去要摩擦的原理，我知道是现有的摩擦的原理吗？治疗，增加了极重，这是为什么？如果说今天我要上升，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这种产品，所以我们灵感源性开始，前面这个点是前掌后侧，那我们这个东西上升下降的时候，这个角度是会变，什么何为何以？就是地心引力加上我脚踩的力量。你们有带坐垫吗？没有带坐垫。坐板。来，报告完了啊，先生。来。画出来的图跟实体的图会差不起来。好，就是报告里面看到。对，就是使得它的栅栏太大，就是整个渠道这一所以这个活动的地方是，这是原本旧的弹簧孔，那我们新的新的还没装上去。旧的话，它的肌肉它是向前，但是看不到腰中间肌肉没办法走，所以我们就是把它赶过来。然后会特别把它赶成这样，是因为带来就只是有调整，然后把这个插销拔起来，就是调高。它不是自动调，对，就是那个夹筒，你上升，就上。这是我们第一个走，然后说这是第一个走的时候，只要把它调到零，继续。走到我们240度的地方，再把它上。好，这是角度，它的我跟你讲，我当选手的时候，我们是考这个。那就是你这个题目，我们叫象限偏心，不叫角度偏心。那你们的 S 弯就是对吗？好，现在你不用。你把它转来正交轴上，对，所以你就调两个轴，甩过来去就准。对，你把这个变成一个地方，就是后面是磁波齿轮，然后对对对，就这个。但是间距123.31，对，我们做不到，对。说一度、半度或者0.1度多好。为什么你这个不要跟他做一样的技术？啊，这个跟他这个他的成本低于他好几百倍，因为这个是不用特级部的底下。那位老师说的降维排气，但是这个他的缺点就是，添加了太少，对，就是我们这个你们花多少钱两三位？各位评审大家好。这是我们的专题作品，独立转向自控摩托车，因为产品的词，我们想要结合未来的趋势，然后增加一些新的可控。转向是我们在车的最大的特点，它的特点是前轮跟后轮可以独立的控制，这个功能可以让我们前面轮胎转向右转，后面转右转，我们可以转向。那我们一般在去比起来，就是这样子。然后我讲解到哪里？都没有设计在做，你还是说你边拼凑这样子？边做。所以这一台车是无中生有，对不对？它得是破不差，嗯，这是说法。因为有时候觉得它是一个
容积的变化。然后60秒就是120cc。电池是吗？是个20cc。那马达，刚刚包围那个马达，这个电动部分就是控制马达的。连马达它四个可以承载超过200。200这个还可以同时充。试过了对了，对，就是让它不要转，是它前轮，它前轮的转向会比较慢，后轮转向比较快，也对。OK， 这些载控可以塞的，对。就你这个一般人要学这个车，还要学很，哇，油压控制，油压控制是人自己，不是车子要学的，同时后面可以再增进的，对，这个不错了。因为升降的时候，这个假如往下推的时候，它是跟谁讲的？因为那个机放机，过磅，我们去借那个几乎200，去载200公斤的货物，这部车你们。